一千栋。请他们拿来给我。报联席会出席委员十二人，已除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啊，请宣读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第一次联席委员会议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25日星期一上午9:12至12:19，下午23:00至20:38。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政府等25人。列席委员江委员、启程等21人，请假委员张委员、一康一人。列席官员，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等9人。主席林召集委员维州。讨论事项：一、审查委员叶玉金等24人拟具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草案案；二、审查委员叶玉金等24人拟具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养护工程处组织通知案。三、审查委员叶玉金等24人拟具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组织条例案。四、审查委员叶玉金等23人拟具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监理所组织通知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文德夫等24人提出质询，委员段委员宜康等4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各案均另定期继续审查；三、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分委员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一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交通部常务次长吴蒙芬，常次，欢迎。交通部人事处长林能进，林处长。交通部法规会执行秘书李明慧，执行秘书。交通部总务司检任秘书黄其全，检任秘书。交通部会计处专门委员陈慧玲，陈专门委员。交通部路政司专门委员蔡淑斌，蔡专门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赵新华，赵局长。请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先贵，高副主任委员。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处长李武玉，李处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念忠，副人事长。OK， 张念忠，好，张副人事长，不好意思。全序部常务次长涂其梅，涂常务次长，欢迎你。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白丽珍，白专门委员，欢迎你。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徐永义，专门委员，谢谢。内政部营建署道路组组长张之明，张组长，欢迎你。我们与会的委员包括我们周春米周委员也在场，蔡毅瑜蔡委员也在场，我们陈树叶陈委员也在场，好，谢谢。林德福林委员，还有我们徐艺仁徐委员，以及许淑华徐委员都在场，好。好，今天是继续审查委员叶怡金等24人分别拟具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以及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养护工程处组织通则，啊，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组织条例，以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监理所组织通则等案。上开法案已经在本年度4月25日星期一举行第一次联席会，完成报告及询答，并决议另定期继续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就是接续上一次的会议，今天就议程所列顺序
依序来讨论。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进行这个组织法草案的大体讨论。好，如果委员同意，我们当然也可以省略大体讨论，直接进入逐条哈。请宣读提案条文。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草案，名称修正为《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第一条，本法依《交通部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制定之。第二条，交通部公路总局（括弧以下简称本局）掌理下列事项：一、公路之发展与建设规划；二、省道之养护、改善与县道、乡道及区道修建养护管理之督导；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四、公路监理业务之规划、执行及督导管理；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维护；六、公路运输管理之规划、执行及督导；七、工程材料试验、材料配比设计、工程品质之管理及技术研究发展；八、汽车交通安全专业技术训练检定及公路人员之训练；九、车辆行车事故之鉴定及复议业务；十、其他有关公路工程及监理行政事项。第三条，本局之次级机关及其业务如下：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执行公路养护及改善事项；二、各区公路整建工程处执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项；三、各区监理所执行公路监理及运输管理事项。第四条，本局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现行第五条至第十条删除。第五条，本局至局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三职等；副局长二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现行条文第十二条删除。第六条，本局至主任秘书，职务列检任第十一职等；现行条文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删除。第七条，本法于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构随同业务移拨人员，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一、以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左级以上限职人员，应依交通事业人员与交通行政人员相互转任资格及年资提恤办法（括弧以下简称二类人员转任办法）或行政教育公营事业人员相互转任财经年资提恤官职等级办法（括弧以下简称三类人员转任办法）办理转任。以三类人员转任办法转任者，不受机关组织法规所定同官等职务十分之一员额及非现任或承认主管职务不得转任主管职务之限制，但已取得高一职位之资格尚未派补或转任后所续俸级较低或所支俸级总额较少或其他改任权益受损者，于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内得选择依原适用法令规定，并自期限届满翌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职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二、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现职市级人员，于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内，得依原适用法令规定，或取得高一职位之资格调任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其他职务，并自期限届满翌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职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业人员、公务人员、公路人员升资考试，于本法施行后五年内，以办理三次为限。第一项适用原法令规定人员，得参加交通事业人员、公路人员升资考试，改调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其他职务时，准用二类人员转任办法及三类人员转任办法规定办理。第一项人员经依公务人员任用法规办理转任后，不得再选择适用原法令规定。本法修正施行前，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审定有案之限制人员已参加劳工保险者，得以原职位（括弧官等）原职务选择继续参加劳工保险；调任其他职务时，则依规定参加公教人员保险。
现行条文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删除。第八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我们现在目前有修正动议，请宣读修正动议条文。经委请各位参看有标注105年4月25日的这份修正动议条文。第七条序文第一款前段与提案条文同，但书修改为：但已取得高一资位之资格，尚未派补或转任后，所需俸级较低，或所支俸级总额较少，或其他改任权益受损者，于本法修正施行日起5年内，得选择依原适用法令规定，并自其限届满一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第二款修正为：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审定有案之现职市级人员，于本法施行日起5年内，得依原适用法令规定，或取得高一资位之资格，调任本局及所属机关构其他职务，并自其限届满日起，留任原职称原续定资位之职务至离职时为止。其余2、3、4、5项与提案条文同。提案人柯建铭、周春敏、顾立雄、郑云鹏、林维洲。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进行逐条审查，请问各位委员对开始哈，我们从第一条，首先针对这个名称啊，我们这个名称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法。原来是组织条例，改成组织法。各位委员，针对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提案通过。好，我们到第一条哈，也是修改那个法哈，这个条例改成法哈。针对第一条，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提案通过。这里来处，好嘞，来处理一下。好，我们现在在补充哈，这个另外先读另外的修正动议，来，请宣读。第三条，本局之次级机关及其业务如下：一、各区养护工程处执行公务执行公路养护及改善事项；二、各临时工程处执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项；三、各区监理所执行公路监理及运输管理事项。提案人林维洲、柯建铭、周成秀、霞顾立雄、周春米、蔡玉仪。第七条，本法于修正施行前，本局局所属机关构现职人员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其余条文均与原提案条文同。提案人林维洲、柯建铭、周成秀、霞顾立雄、周春米、蔡玉云。宣读完毕。要把这个提案修正的条文影印给在座的委员，到时候我们逐条的时候再一一讨论哦。第二条有没有修正？第二条有没有？没有哈、我们进入这个第二条哈、第二条的部分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哈、第二条没有修正动议，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提案的条文通过。第三条也有一个修正动议哈，所以现在正在影印修正动议的条文给。
我们的委员哈。那这个第三条我们就先暂时保留哈，处理到第四条。第四条没有修正动议。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提案的条文通过。好。现行的条文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这一部分是删除。各位委员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们就照提案删除通过。有两个版本。这是前序部，你再确认一下，请前序部确认一下。好，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五条，我们第五条没有修正动议。按这个主席、啊，所以你那个旧的是第十一条，新的是第五条，可能要这样子，OK， 才会好，是看得懂，相对的哈。好，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条文的第五条，也就是旧的条文第十一条，没有修正动议，所以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按照他的提案的条文通过哈。第五条这一部分哈，新的这个第五条哈，现行的条文第十二条删除。没有修正动议。那第六条，我们现在新的条文第六条，也就是旧的条文的相对的第十三条的那一部分呢，没有修正动议。各位委员，我们就照提案通过。现行条文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以及十七条。删除。好，我们进入到第七条。第七条有修正动议，现在有两个修正动议条文哦。那现在我们柯总召还在跟我们的那个，对，针对第七条，今晚挂点没有这个版本哦。好 ，OK。主席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那个次长先表达一下交通部的意见，好不好？好。是，好，请交通部先针对第七条条文的部分表达意见。等一下，我们也请全序部，也表达意见啊。各主席、各位委员，针对这个第七条的部分哈，那基本上，我们部里面，跟全序部这边都完成协调，那么就照全序部的这个修正的意见来处理。全序部的条文，全序部的条文到底现在是哪一个修正动议案呢、啊？第一修正动议，好，四月二十五，对，第一个修正动议，第一个修正动议的条文没有日期的哈、這個，那能不能请全序部上面没有打日期的，这个全序部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好，明确的表示，我们在上次询答已经说明了，我希望全序部交通部。从整体的考量，那整个是能够接受的哈，没有任何的勉强之处啊，好不好？讲大家讲清楚一点，是不是好不好？我是不是先来跟委员会报告哈？那全序部所提的一个条文的部分哈，就包括柯总召所签署的部分哈，那我们全部都同意，那是照除了。主文第一段第一项的部分那个随同业务移拨人员以这个部分是要修正以外，因为这个地方因为我本来是配合交通及建设部，所以必须要把交通部的人员移拨到交通及建设部，所以他是说随同业务移拨人员。那因为现在讲没有交通部，我们现在名称这一次都不改名称，不改名称之下的话，这个随同业务移拨人员改为现职人员，好，就这个地方修正，其他部分我们就照全序部还有柯总召的意见来办理。局长，我是先请全序部表示意见啦，好不好？对不起。好，报告顾委员，跟所有委员，那个这个
有关第七条的条文的部分，那我们已经跟交通部这边公路总局都已经达成共识，所以该修正的文字都已经修正完毕，都没有问题，谢谢。上次那个全序部不是说有一些保留吗？你现在保留的部分跟现在的部分到底哪些地方嘛？讲清楚一点。上一次因为不是我来的哈，但是就是说会后那由我们全序部跟交通部的公务总局都已经沟通达成共识，都按照我们全序部目前的条文。现在到底是哪个地方有改，哪个地方没改，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下嘛 ？OK， 好好。那第一项第一款的部分，第三行应依交通事业的应改为得。第一项的第一款的但书的部分，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内这个部分改为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本法施行日起五年内这个部分，也改为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前。第三项的部分，删除及三列人员转任办法规定这几个文字。第五项，得以原支会刮胡官等原职务以及调任其他职务使，这个使跟者这个部分修正为转留任，转刮胡留任时审定之言官等刮胡之位言职务，以及修正那个死跟者的部分修正为后升任高一官等刮胡之位死因以上。那就是说第一款的那个得从因改成得的话，变成他还可以选择的意思，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个部分是按照那个三类转任第二款的规定，应该以高等考试、特种考试之一等考试及格人员为限，而目前还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考试及格，所以这个部分就没办法都一定用应，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有及格人可以用应，也可以用得，这样。好，那原来那个三类，准用二类人员转任办法，三类人员转任办法嘛，那现在把三类的转拿掉的理由是，因为二类比较对权力比较有保障，三类的部分，因为三类的时候他是转任的时候有职等、原额跟主管职务的都有限制，所以对这样的部分他们比较会权力受一点影响。所以我们才把三列的部分建议删除。不是听得很了解，因为他的意思是说，适用原法令的人员他可以参加考试嘛？那么改掉到其他职务的时候是，原来是说准用二类人员的转任办法及三类人员转任办法规定办理嘛？对。所以他在改掉其他职务的时候，原来的修正案是有提到说是准用二类跟三类。你的意思是？因为交通事业人员他本来就可以按照二类来转任办法来规定来转任，本来就可以。那要三类的，要转三类的话，那因为三类对于转任职务的职等、原额跟他主管职务都有限制，所以比较对目前的人员比较不利。所以为了保障这些人员，我们才建议说把这个有关三列的部分建议删除。局长的意见是在有还要再修正吗？还是是跟委员报告好，那我们就第一项的部分哈，随同业务移拨人员的部分，因为他现在来讲，我们交通部还没改名字，所以我们还是
修正为限职人员，就把随同业务移拨人员，本来是交通部的公路局的限职人员要移拨到交通及建设部，所以随同业务移拨的人员是这样来的。那现在讲是说，目前来讲交通及建设部的部分主改的部分还未确定，所以我们维持原名称的话就是限职人员。就是把那个随同业务移拨人员改成第一项的部分、啊、是第一项全序部的意见了。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已经协调过，我们也同意，因为他目前这个部分整个机关组织并没有变动，那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移拨人员，所以如果用限职人员的话或许更明确。那将来那个主改完成的话，你们还需要再改吗？还是就不用改？是要。跟我们报告好。那未来主改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我们跟院里面人事总处那边协调，就是说机关名称先不动，因为公路局一改一个名字的话，那个修改的一个经费，那成本相当庞大。那我们就是这一次先不动名称，不动名称的话，就是说维持限职人员。那等到未来交通及建设部或是交通部未来会改什么名字的时候，整个公路局也会跟着那时候一起改。所以我同意，我们那应该改限职人员，改限职人员好了，然后等主改的时候再整个做一个调整。可是主改我看短期不会了，所以我们还是改限职人员。条文又有修改，改限职人员。好，随同各位委员，针对第七条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的条文修改。修改第一项，好，那个随同移拨，随同业务改成限职人员，是、啊，是，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条文，哦，是好 ，OK， 那我们把这个修正动议条文经过修正以后，再重新再修正的部分，哈、哦、的项那部分再宣读一次，主要是针对第一项。后面也有哈，其实不用宣读了，我们可以授权议事人员去做修正就可以。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話 okay, 好，谢谢叶委员的意见。好，就我们清楚了这个针对修正动议的条文，我们做了修正的部分，我们就授权我们的议事人员做修正的处理。好，第七条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条文，因为我们还要二读可以确认。是好，针对。修正动议条文修正通过。现在针对，我们这来是第十九条的部分是要删除的，现行条文第十九条是删除的，第二十条也是删除的，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这个第新的条文哈，第八条。旧的二十一条那一部分，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新的第八条的提案条文通过。我们再回头到第三条，刚刚修正动议的部分，现在委员手上应该都有关于修正动议第三条的部分。请问主要是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请交通部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那原来的一个主改的方向是说，市级机关是名称是叫分局，好，所以我们那个业委那时候提案的时候是把它写成分局。那另外那个工程处的部那个新建的整建的工程处的部分哈，是列整建工程处。那因为现在来讲是跟院里面协调，是说整个机关名称我们都暂时维持不动，所以原来把工程处改成分局的部分，我们也就是就不修正，就是也维持原来的那个条文的是各区养护工程处。那第二款的部分哈，那个就改为那个各区临时工程处，好，这样就是按照现行的一个组织名称来做，那机关名称都不动，那避免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那些改名的成本。
针对这个修正动议的条文哈，主要是在第一项的第二款那一部分，各区公路整建工程处改成各临时工程处，主要是改在这里哈。各位，提案是分区吗？对，我知道。意思就是说，照旧的，就是不是主改后的名称，而是现行的名称改，是，就是说，我们那个机关名称都是维持现状，都不动，先不动了哈。就是不用再改一次，万一将来主改的时候，一定会跟着再改。OK， 是主要是配合这样主改。这个哈，那个叶委员，嘿，局长，主改不是短期啦哈，我评估主改大概也还要再一两年呢。不过如果这里先改，你是担心说将来主改又变不一样的名称，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如果将来主改，你们还是觉得是差不多是这个方向。报委员，那个假设像我们现在讲说五区工程处，哈，那现在如果改名字改成那个云嘉分局，好，改成分局的话，他因为他头上还有一个交通部公路总局，上面名称还是会再改一次，所以会变成有两次改名。好了，好。好，那我们就照修正动议的条文通过。各位委员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好，那就好。这个本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是否需交由党团协商？那个不需要啊。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还是应该由叶委员呐、啊，吼来说明啦、啊，是吧？是、啊，还是由我来。好，这个院会讨论还是由林召集委员说明哈。接下来。处理废止案，就是针对这个新修正的条文之后，有一些条旧的条文要废止。请问各位委员对废止案有没有意见？请交通部先做说明。跟委员会报告哈，那废止案的部分的话，我们跟我们在内部在协调的，是建议是说暂时先。暂不审议了，因为这部分的部分，因为他等行政院把那个我们次级机关的那个组织规程的部分，先讨论好定案以后，我们再来提报那个大会来讨论说废止案，先就公路总局的组织法的部分先做通过以后，那院行政院会来讨论我们底下那些的组织规程，那些组织规程定案之后，我们再提报那个大会来废止这些条文。这个不影响这个新的条文通过去公布实施吗？应该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可以公布实施啊，旧的还没废止，这样可以。哇，我们会马上来提报是。好。OK， 好，这个执行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好，就遵照这个交通部的建议哈，废止案的部分另定期继续讨论哈。各位委员如无异议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交通部的建议令其讨论。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好，那所以这个是含三个废止案。对，三个废止案就暂不处理了。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有其他的这个条那个审查。好，所以我们先休息。哦，到这是三位。我们这个会本会哈，先到此结束散会哈。那下个会是我们十一点要开始另外，如你所愿啊，11点哈，我们开另外一次的会议，没有，现在这个会散会，11点重新开会。